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我们刚拍摄完一个产品的开箱影片，这是我们的神奇的后背包，是一个瑞典品牌。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摄影的幕后。那这里有一个 Aperture 的 600D Pro 加上 F10 Fresnel， 直接用了一个 Black Foil 把不要的光遮掉，然后我们直接用束光，直接非常仔细的，就是直接照射到我们的反光板上面。那我们的反光板这里是一片那个 Cine Reflect Lighting System CROS 反光板的50×50大片的是3号是稍微柔和一点的等级，会让光线看起来比较柔和，看起来像这样子。那后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光束，那就是我们小片的 CROS， 这个是我们的1号是比较硬的等级，那照起来就会看起来像这样子，看起来超漂亮的，我觉得超漂亮，怎么那么漂亮。好，这个光线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就开心的拍完我们的开箱影片，那就会在 YouTube 上面出现咯。 Yep。